嘅隊員最好就係隊長就壓軸，教練就再壓壓軸嗰只。好啦，跟住都有個巨型支票嘅翻贈儀式，你哋可以獲得 Adidas 嘅現金購物券係5500大元，恭喜曬！好啦，亦都可以影幅靚仔相，係啦，揸支票嗰位就麻煩企中間啊，型啲，同埋轉個頭麻煩教練幫幫手喺側邊嘅卡塔攞翻啲真正嘅購物券啊！而家你手頭上面嘅現金購物係主要係俾大家影靚相噶。Adidas Cup 2013年 U13 組別季軍是你們啊，元朗。繼續有請 Adidas 香港有限公司市場部經理 Janice Wong 小姐幫我們頒發獎項，你們會獲得是精美的季軍獎牌，另外會亦都會呢就全隊總共獲得是 Adidas 的現金購物券11000大元，還有 Sony 現金購物券2000大元，仲有個獎座添噃。係啦，教練都有份嘅嚇，教練唔好怕醜。尋日 U15 啲教練好怕醜啊，好多唔敢出嚟。你哋係應該係企喺前面嘅，永遠都係企喺後面嘅嚇。教練都應該要做主角嘅，係啦，有個好精美嘅獎座啦。有 Adidas 嘅現金購物券11000元 ，Sony 現金購物券係2000元嘅。係啦，褪橫少少，兩張購物券擺中間，仲有個獎座擺中間。笑得燦爛啲，大家。開心嚟啊！哦，真係咁多獎品，除翻雲都可以買好多嘢啊 ！OK， 全部朋友都影曬相係咪？好，唔該曬，唔該曬。我嘅現場衰敗又為我哋有請車路士足球校 A 隊，恭喜曬你哋！你哋可以獲得咧，就由馬拉松送出嘅 Marathon 現金購物券，總值16500大元。Sony 送出的現金購物券總值是3000大元，加上獎牌和精美的獎座。岑教練不少得你啊，好慘啊！癲，佢都未停嘅。哦，咁係。咪真係啊！互射點球啊，都係好殘忍嘅方法，但係真係衰敗游泳噶，即係唔需要喊，大家值得笑啊！好，而家亦都係頒獎座啦，同埋就巨型支票，包括 Marathon 嘅現金購物券16500大元 ，Sony 嘅購物券3000大元，仲有精美嘅獎座。好啦，大家俾啲笑容，影幅靚相啊喂！衰敗游泳好嘢啊，其實係優勝者啊，你哋係優勝者嚟啊，32隊波，4隊有獎品攞嘅啫，其他冇獎品攞噶。From Jamaica to the world。明白大家對勝負都睇得好重啊，但係其實一場嘅輸波唔係一個終結，係一個開始。你哋係 U13 嘅球員，你哋嘅足球世界係有好多好多。Adidas Cup 2013年 U13 組別總冠軍 B2 前 ，Come on！ 恭喜曬，互射點球勝出啊嚇！其實你哋全隊嘅表現都相當好啊，一路都係一路長一號場嗰度比賽啦嚇，即係一路一號啊呢叫做。咁啊，一路喺一號場都見到你哋個演出都相當之係好啊！好隻膽啊！呢層組織係相當秀麗啊嚇！呢層嗰啲啊，即係踩啲三角啊、兩邊啊、右路側擊啊咁樣。好
唔係你哋咧會同時得到係 Adidas 嘅現金購物券總值22,000大元 ，Sony 現金購物券總值5,000大元，仲有精美嘅冠軍獎牌同埋冠軍獎座嘅。我哋麻煩就何小姐話我哋班陣嚇，當然仲有阿 Sir 啦，教練團隊亦都唔少得啦。誒，邊個攞冇所謂啦。我哋隊長代表啊，高翔，佢嘅絕招叫高翔射球。個杯，好打去褪中間，褪中間少少。有冇中間啊？兩杯中間。好，反正 pose， 灿烂嘅笑容，好多奖品等紧你哋，2,000元 Adidas 购物券，5,000元 Sony 购物券，好，笑得开心啲啊！各位全部朋友，各位家长，不断咁藏啦，藏多几幅冇问题啊，拣幅最靓，摆上。福又好，擺上去其他網頁分享都好啊！話俾大家聽 ，Adidas Cup 係一個好精彩嘅賽事。唔好打爛啊！報紙我打爛啊！我就俾啦。咁啊，中間有位攝影打眼望中間，好係啦，咪不如俾個 V 字手勢好嘛？俾 V 字手勢，同埋我數三聲一齊耶得勁啲，好唔好啊？要勁啲喎，耶得勁喎！數三聲，一、二、三，耶 ！B 2,000好噃，全部2,000，耶！冇錯，哦，大家可以影多幾幅喎，